罗瑞亚及美国大联盟棒球联手摆了迈阿密一道。三年前，迈阿密马林鱼老板杰夫·罗瑞亚狡猾地骗了当地纳税人来赞助盖一间新的球队棒球场，并还保证说会组一支超强队来赢球。不到一年啊，他就食言。马林鱼呢，现在省下$1.8亿来跟多伦多兑换比较 UK 的球员，花费呢比罗瑞亚自掏腰包花钱来盖球场的钱还多。但这也不是新闻啦，罗瑞亚搞烂了蒙特罗博览会队，好让他把球队带走。之后呢，又买下马林鱼队，并在赢得世界大赛后狠狠地捅了他们一刀。美国大联盟大可阻止他，他们之前逼前道奇老板麦克考特卖球队，但也是因为他要将队上的电视转播权也一起贱卖。罗瑞亚比麦克考特还烂，但大联盟仍要让他当老板，所以这到底是个怎样的联盟嘞？留言跟我们说你的看法吧。来，跟我们一起，赶快到脸书